朱立伦去台六了后，敢会宣布选总统？我唔知哦，迄是伊的代志啊，对唔对啊？对对，哎，好。鼓励王议长选总统哦。鼓励是，我不简单啊。看老百姓看，有爱伊出来选也无吼。看老百姓声音嘛，对不对吼？对不对？总统，你敢无希望？啊？你敢无希望？王议长出来？王议长是我的朋友啊，叫呢。我即现在情形下，我卖讲较好嘛，对不对啊？三个人适合无？啊？适合吧。有适合的，有适合，同意有适合做总统的。迄恁大家去判断，对不对？卖讲叫我甲做宣传啊，对不对？遐重要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符合你迄、那、啰、個？啊？你写的册，迄啰是做国家领导者的条件无？条件？条件是有啦，我伊哦，人缘也好，啊，处理代志无安尼。哦，安尼一个乱来啊！哦，一步啊一步啊！啊，做立法院的院长做遐尼久啊，遐尼侪大项代志拢处理啊，真好势。当然是，领导者的条件应该是有啊，对不对吼？啊，作为伊好朋友，你会鼓励无？啊？你是伊的好朋友，你会鼓励？卖讲这句话啦，好吧。议长，今日跟你。跟你见面了，都宣布。嗯，无啦，今仔日是要来开迄个宪政改革，吼、哦，伊原来是今仔日是踮咧立法院要来开这个宪政改革，这是真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。好，谢谢。院长，院长，谢谢。哇，李前总统称赞你有国家领导者的条件。谢谢啦。你有没有听得很开心啊？大家开心比较重要吧。院长有决定什么时候领表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院长，李前总统说你有领导那个就是未来总统候选人的那个，你很适合啦。那你怎么他都跟你是好朋友啊？我谢谢他的关心。还有啊，谢谢哈、哦，他的一个指导。有考量吗？鼓励你吗？没有，我一年多没有跟他正式见面了，没有。他说你的个性很好啦，处事又圆融啦，这些都是符合领导人物的一个特色啦。嗯，谢谢哈、哦、他这方面的哈、哦、一个这个肯定。非常谢谢他的鼓励。我想说，你今天结束后就要去领表了，待会。没有吧？哦、还没有决定。怎么有人说是今天为了要跟李前总统见面，见完后才要去决定领表？那个人谁说的？你去问他嘛。他话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你们想象过度的吗？他刚刚在等这个朱主席从这个北京回来之后再做一个决定。这个现在我还没有这个想法，刚刚在八楼，李前总统有没有跟你谈些什么、啊？从来都没有，哎，一句话也不会谈到选举的事，放心，放心。那么多人在场的，又不是我们两个人。如果李前总统鼓励你，你会考虑吗？啊，这个再说吧，哈、哦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了。院长要去哪里？好，要到中部去、啊。不是要去高雄，不是去巴德路哈。放心的，放心的。没有要去巴德路哈。放心的。